那个牛筋被大哥全包，大筋的价两个，最后包的高啊，超哦，流水包的高啊，超哦，我好像八百，将两袋来将三袋，来将四袋来，要将两个，最后两个五百，哪有千元？当个用超的，有够好吃的，将四袋，将五袋，两包都两包两包，哎，两包，罗氏有两包两包，哎，两个啊，来包的啊，哎，大袋将两袋，将四袋来将五袋来，两包两包。 来一二三四来五，来多来，一三来不也？四个，四个，四个，两包两包两包。来，我这来罗氏鱼两包两包。来，我就接了。什么是青蛙？我这边罗氏鱼将三袋，将四袋，将五袋哦。五片罗氏鱼两包，我就接。来，接。两包两包。哎，妹妹，用大袋的，用吹嘛，好像这嘛，放个东西啊，两袋而已，三袋而已，来四袋而已。然后就这样，五袋而已，两包了，两包。两包了。罗氏鱼两包两包。罗氏鱼两包。谢谢，感谢大家，谢谢。来，我这边那个大哥。 叫什么？叫啥？卤肉肠。哦，这条我铺来一串，我真正诚心推荐。那个是要热狗。良心推荐，诚心推荐，那热狗配拍价，真正，真正配拍价，真正好来一串。我刚刚讲热狗，哎，热狗今天冒一下，不是一下，我讲，我十八，我十八也是条，真正。热狗的热狗。这包我诚心推荐，是安尼样子，这包叫做巧达卤肉肠。 你搞到你卖用香的，你卖用鲜的，你用煮的，那是打完。内底有七六七四，你用煮的，一包15条，一条算3块，一包卖4啊哦。有买过几手？你买袂过好吃，我你个去平常时讲好吃无？好吃啊！打买2张买尔。哦，也好哦。一包你只要买两个，保证你特别一支的。只要你食的时候爱洗的话，伊会爆浆，伊内底有气势，一包15条哩，免300。 免两百，是人家炸一包当试一下，卖用香的，你搞用水来煮落啊，百五落一百五，超大的卧床，百五落一百五，这包真的好吃，百五落一百五，相信我一下，相信我一下，卖一百五，卖一百啊，或是煎那个，百五倍卖个倍啊，可以的，我这边卖个倍啊，卖面叫卖面叫，卖卖卖卖花可怜，我这里，我这里东京票我知，我前面就是百五落一百，这个都一样的啊，啊人百啊百的，两个倍，他们东京。 票啊，阿姐啊，那我东京票，你无拿东京票是？拿个50块，我胖走的呢，这样子假的呢，妹妹，这边普丰食品做的，保证好吃，你相信我。我这么帅，我会骗人吗？不会，我如果说等下这个样子，我就会骗人了。哎，家人生根子，用水滚就好，水煮就好。它里面有起司，你用水炒，这个几的呀？是真的很好吃。 150，相信我一个，现在要求。小达卤肉肠，150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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无？无啊，无啊，收起来啊！我卖货啊！啊，点个完啊？点完啊？我这边慢点，会记完。三十块唔是嘛？三十块钱啊！三十块。三人计，四人计无啊？我好一百买三百买啦，一百多一百块。哎，拜拜！我买几包啊？几包啊？哎，朱老讲完啦！哎，一个。一包，上坡几人计无啊？一百多。哎，七块钱。上坡两个人计，要吃果子人计，大家用叉就好啊。上坡两个人计无啊，买三包，两个人计尔，一百多一百块。哎，一百块，海果子。海果子，规包拢是吧？一包一百块。上好一两个，一百二十嘛，太贵气，来吃一个。这整个叉叉就好吃啊，真正无敢错啊。这个叉叉就好吃，上好一包什么吃？一包到一百块，好吃。谢谢。上好一包贡丸什么吃？变三包，一包到一百块。你想要贡丸？那贡丸拍起还够真好吃嘞。上好一什么吃？一包到半个包。一包。上好一包猫啃个吃。这规袋拢是包嘞，规包拢是包。来，看老板要吃，人家注意点啊。规是两手吧。两手俩。哎呀，菜头贵，六个金币哦，真正变大头钱啊！妹妹，一包十袋哦，一袋做二十块了，一袋买两百，一人两包，免四百，一包五哩，免六百，两包了，两包，两包。哎呀，三包，两包了，两包，两包。姐，你买香肠来哦。来上三包，两包了，两包，两包。好真好吃啊，一包真正好吃啊！上一包，上两包啦，三包哩啊，两包，两包。来，我把菜头。然后再个开一个啊。两包了，两包，两包。他要吃菜头果吗？他要吃菜头果吗？来，切五百。
又欠一个嘛？哎，我欠一个啊。来三包哩，两包，那两包两包。我把菜头果吗？一包哩，两包哩，来七八块，三包哩，两包，那两包两包。菜头果还要吃吗？菜头果哎。我把菜头果吗？两包两包，那五包来，谢谢。菜头果，菜头。菜头果呀。来，这边一个。哈哈哈，没看人面啊！来，我这边叫一杯，一杯。我到回完了，我边啊大个未？回家先啦。啊，对，够大尾鱼啊！大尾鱼叫人爽啊！咩啊？回去话人要注意听，一包五斤，外口一斤准百五，一包五斤卖七百五，全部一包分做四个，免两包。一包咯，一百块一包。来，一起来！来，两个，来三个，来四个，来五个啊！上包一个，上包一个，一包五哩。我叫我拿两个，两个，三。啊，我叫十五。我收包，够一包，够五个，够五个。够咩啊？无，一包五斤不到四个，一人炸一斤哇。两个。上包两个，一包一百块。一包五斤不到四个对，一包五哩啊。一包五斤不到四个。包什么价？上包贵诶。上包两个啊。两个。四个十个，好啊，这样包十二包了。啊，过节了，十包你卖无啊吗？无啊，春节。迄五包迄有留嘛？哎，有，确定哦，确定哦。哎，啊，我姐姐要两包。上摆三人客，无啊。我讲实在，透早一人来甲我讲，我惊着，内底有一斤卖百八，一包一斤卖百八，三人客无啊，一包了一百块。哎，百八，好姐。三百一杯，一包一包。上摆两个无。上摆两个人客。香啊！来，咱们姐。上摆一人客，三百一杯，无吃无拖的。来，这个干脆来。今天货跑好快。来，七块，咱们姐。谢谢。谢谢。鳕鱼一千块。没有了，还没九点呢，八点五箱卖完了，一片给你，大片的两片给你，三片给你，来四片给你，来五片给你，来六片给你，来七片给你，这边来给你，一千块没有了，多的，我五箱卖完了，太多了，买一半五百块没有了，四片，谢谢，没，那个是比较小片的，这比较大片，没有，不可能，这不可能，来，要不要？要不要？因为大片有大片的价格啦，真的啦，我怕。好切，好要。我要刷的无五百，全没有了。我收未完啊，上摆一人摕500，拢有啊哦，拢我收起来啊哦。鳕鱼它有这样吗？这么大片呢？好来，谢谢，感谢你啦。好来，下一样来。有人点鸡块的哦。哎，鸡块。鸡块。鸡块。也要稍等下，要等它包一下。这像不像没？我这个阿爸背过来啊。那等一下，别让我先讲两条。妹妹，你先去逛一下，再关啦，好不好？妹妹，我好食买三，我讲两条，讲三条，讲四条，无啊，剩几条？五条、六条、七条、八条、九条、十条，要加两个两百了。这条我送你，讲十二条，讲十三条，讲十四条，讲十五条，200了。哎呀，别看呀！四位帮那边做，这边两只。讲一条，讲两条，讲三条，四条、五条、六条、七条、八条、九条、十条。啊，将十二条啦，将十四条啦，这条个将十五条，两包到两包，两包我怎么吃？两包，还没这边煮了，你最好吃嘞，两包拢有啊吼，来，这个感谢你来收下来，一条收得到，点五百来，来，什么七块妹妹，普通的海鲜，哦，这有白煮诶，这有白煮，还就卖完了，妹妹这有白煮诶哦。普通食品的，还弄你八十块，我喝一包鸡肉就无300，来将两包，这两包免600，免500，两包，来普通鸡块先买2包，好一个啊，来2包2包，快先买7块2包，普通的鸡块，妹妹普通的将2包2包，来2包2包，2包，是7块嘛，200块2包，妹妹，7块一定爱买，伫我家上卖了上好，真正无敢怎。香蕉炸一包，那个煎那个鸡拢好吃，一包了，100块一包，来一包，要试吃无？一包，再看卖啊，一包，普通鸡块我先要吃，100块一包，它是普通鸡块嘛，100块，破胖嘞，来100块呀，这是真正有白煮的啦吼，一包我还要吃鸡块的嘛，100块一包，一包，有啊，来现在，好，来，一包还要吃鸡块的嘛，100块，还要吃鸡块嘛，100块一包，一包拢有啊，来现在刚才来，啊这看卖什么？哎，我这边牛肉卤，然后我要大虾。大虾啊，大虾给人送。大虾给人送去，注意听啊。虾子来，虾子你先去包回去哦，再煮虾来。幺二哦，我虾大只虾卖偌济，王知影无？王知影我最近拢卖偌济无？王知影无？有人知道吗？幺二啊，你来看直播啊，顶礼拜。不管当时，这个金盘，这个金盘，然后这个金盘，大尾海贝，
我好一斤卖讲济啊，我一斤准偌济？我一斤准三五落啊，七块上卖啊，七八，一斤半哦。你来看，头尾去问看卖啊，人卖一斤偌济啦？吼，你去问看卖啊，注意听哦。其他饼恁只两手也无济，要食人个注意听，卖千万八百，五百落，五百五百。来个。来啦，我讲啊，今仔真正很爽的啊，七十五哩，五百嘞，五百五。来五百块呀！哎，姐姐，三斤，真的吗？先干嘛先？我可能拿了手，我给了钱哈。来掏金钱啊！五百嘞，五百五百。多谢呀！存到月底。七十五哩，还没你啊？五百嘞，五百五百。金砖还排些大块，金砖一块，金砖两块，三斤啊！五百嘞，五百五百。哎，五百。八个七十五啊！好，然后什么价？七十五哩，五百嘞，五百。来，交个钱。哎，五百。他是海白虾嘛，大尾大尾，你啥物？最好你讲啥物价？五百了，五百五百。五百块。我最近拢卖一百三百，真正我卖到真正卖到有够济啊！我真正起价，讲啥物价？五百了。哎，你要吗？不要了哈，不要让我收起来了哈，这是干脆来。过来下样来，点了后要下不？有人点牛肉卤是不是？哎，对。温阿水也做，阿水也做，我们是温母啊，温母做。我这是要羊肉。我好一包卖到百哩，一人两包，一人两包哦。一百咯，一百块一包。来，加一包。一包一包，阮某做诶，一人一包，一人两包。所以讲这物件卖侪，一工就干十包尔。我啥物价？一百咯，一百块。一包好，我来咸鸭无？一包一包。一包。咸鸭嘛，一百块一包一包。我买来咸鸭无？一包一百块。谢谢。哦，你阮某做，你紧买买敢无？我心头嘛，真正心头嘛咧。一工有这十包，你啊规工咧烦恼卖完卖完。然后阿水阿干梅薯，我加点羊肉炉，羊肉炉，羊肉先来。